空军于11日组织东部、南部战区空军协同行动，出动轰炸机、侦察机双向绕飞台岛巡航，多架轰 6K 战机分别从台岛南北两端同时双向飞行，空警到2000预警机和苏到35、歼11等战机前出巴士海峡、宫古海峡区域实施指挥控制和伴随掩护、预警侦察、轰炸突击、支援掩护一体行动，构建起海上空中作战力量体系。实际上最近类似的绕飞行动越来越多，规模越来越大，预示打击台独的手段升级，展示打击台独决心，展示打击台独的能力，都是我们正常训练飞行的应有之含义。台湾是祖国的领土，祖国一定要统一，台湾离开母亲太久了，是该回来了。母亲想台湾这个失散儿子多年了，这下找到，准备带回家了。我们期盼着他早点回家，期盼能够尽快解决台湾问题，早日同有利，迟则后患无穷，实现祖国完全统一是13亿人民的愿望和梦想。振兴中华，为伟大的中国梦而努力奋斗，让两岸人民共同携手同行，共同把大中国发展得更加繁荣昌盛富强，建设成为世界一流的现代化强国。中国人民空军驾驶着最先进轰炸机，一次次的在丈量着祖国的大好河山，向中国人民空军致敬。中国空军双向巡航，说明中国军队有能力保卫祖国的台湾岛，同时人民解放军有能力切底粉碎岛内一些卖国者。看到空军这么嚣张，我也就放心了，绕岛要加油，就落我中国台湾省台北机场好了，我列队欢迎。空军有足够的能力来捍卫国家领土安全，有霸气的语言，祝空军越来越强大，人不犯我，我不犯人，人若犯我必。